你说我的脑子里有不属于自己的记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许多人都死在我面前，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我建议可以尝试脱敏疗法。记忆可能会骗人，但照片永远记得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这次任务的意义。 可能你很快就能看到了。你这人真挺拧巴的。我把这么大的事交给你们两个干，你们跟我闹着玩呢是吗？很多人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走不出来，我希望我们能帮别人走出来。我每天都在遗憾，那天我没有跟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告别。哎。